版型是我最喜欢的针织毛衣的版型。嗯，就是蓝色了啦，我受不了了啦。如果你全身都是这种迷你性白，对，你就很适合这个咖色。我喜欢这个杏色，哎，它这个杏色它不是偏米白，它是偏粉。对，我自己要选杏色跟蓝色，这个色实在是够嘴尬，粉色。然后它还有这个杏色，然后这个是 blue， 这个是火色，然后这个是咖。以针织来说，真的至少三分厚了。如果像这一种厚针织的毛衣呢，建议大家尽量都买宽松版型的，穿起来那个垂坠度才会让你看起来是瘦的，你任何的缺点都可以被遮起来。这边有造型孔，这是造型孔，造型呼吸。呼吸，可以让你呼吸一下。这个好舒服哦！我现在里面有穿，我里面穿黑色的。这一件是我们的台湾制造 MIT， 它是有点那种发热磨毛的材质，所以非常的保暖。对，你看它的弹性是蛮好的。有一些V领针织太低的，你就穿加一件这个在里面啊。嗯，